完整体之姿推出第四张迷你专辑 Holiday， 上一张团体专辑已经是2020年的四月了。在那时候，金晴宇和李申勋接连入伍，团体也进入军白期。这次是时隔2年多的团体回归，让粉丝们是都相当期待。最近成员们开始了宣传活动，其中这段影片引发了粉丝和网友间的讨论。이수만선생님이박수치상虽然是在称赞金晴宇长得精致又漂亮，就像 SM 艺人们给他中的印象一样，不过其他成员看了就忍不住要抗议啦。 YG 가수들은좀상대적으로외모가좀떨어진다라는개천에용났다 YG 에서도이런얼굴이나오네어그럼우리는어떻게되는거야야이거글신고해이거나 YG 상이란말이야超搞笑对话让大家笑翻，也有许多人指出，这不是说 YG 长得不好看，只是 YG 的审美比较偏嘻哈和 swag， 风格不同，但各有各的魅力。只不过宋明浩伤心的表情实在是太可爱啦。